我看这一题，他说花哥哈、哦、站在呢一面大砖墙前哦，80公尺，哦这是80公尺，好，以这个木锤哈、哦、敲击木块，每当听到呢墙面反射的回声的时候，立刻再次敲击。若第一次敲击与第21次敲击的时间间隔哈、哦。时间间隔呢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10秒。好，则当时的声速约为多少？好，它现在总共呢敲击的那个时间间隔有几个哈、哦？时间间隔的话有多少呢？21减1哈、哦，有20次，有20个了，就是20个时间间隔，20个间，就是说。第一次到第二次呢是一个时间间隔，那第二次到第三次又一个时间间隔，它从敲第一次到敲第21次，总共有几个时间间隔？总有24个时间间隔。那每一个时间间隔呢是几秒？我们叫大 T，这是10除以20，就每隔哈0.5秒呢敲一次。好，那为什么每隔0.5秒敲一次？就是说。它声音去再回来哦，是经历了0.5秒，哦，这样经历了0.5秒，哦，啊，它才会敲第二次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间是0.5秒，哦，去哦再回来，这是 T 哈、哦，是等于0.5秒，所以呢，当时的声速哈、哦、，V 应该等于多少呢？它这样来回一次哈、哦，多少距离？80乘以2。它花了0.5秒，上面是160，160乘以2呢是320，320公尺每秒，这当时的声速，所以呢这一题应该要选 C。